出就出，然后在自己的演唱会好不好？先出张是 Elvis。暂时中断一下，好，为了出一次场，这个眼镜也喷了，帽子啊，我的假发，任何东西能丢的都丢了。OK， 看我们评审老师吃不吃这一套。OK， judges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请选择。啊，没东西丢了，不能再拖了，不能再拖了。好的，一个人再一场，那这次就有陈柏霖，你先出招 ，OK 吗？你不要把鞋子也脱了。喂，一个人三十秒钟 ，Ready， 准备好就开始。等一下，可以吧？陈柏霖 ，Let's go。加赛好啊，究竟是扎扎实实的哦，那个服装哦端正，还是我们这位哦卖肉又卖身啊？两位风格迥然不同，那我们看评审老师喜欢哪一边 ？Judges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请选择。OK， 恭喜 Elvis。OK， 也是陈柏霖哦。哦，还好你没在影响区，不然我不知道你还能再拖什么。